国务院港澳办必须对香港支联会依法追究到底。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9月25日发表谈话表示，香港支联会今日宣布解散，是这一反中冠港组织的必然下场。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对支联会的涉嫌违法行为继续调查，依法追究到底。很显然，支联会的所作所为已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这不是其所谓争取民主自由的幌子所能掩盖的，不是其百般狡辩所能抵赖的，也不是其打悲情牌所能蒙混过去的。对如此嚣张的反中乱港组织和反中乱港分子，必须依法严惩，以儆效尤。